威廉结婚了，祝福大家可以用掌声祝福我们的新人。怎么可能？这对孩子家人非常的浪漫。听说我们办婚礼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办婚礼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吃饱。来，开动！威廉填曲卓君泽献歌惊喜现身，阿伟包五位数盒装礼金，好好活着。他的绰号叫海猪，有一次去海边玩，他从海沙滩上跑过来，我就像一样一只奔跑可爱的猪猪。海底呀海底呀不是地，海底呀海底呀洗了水。恭喜威廉抱得海珠龟，今年4月宣布登记结婚后，21号终于跟交往5年的前体育主播卓君泽在龙山林度假饭店举行婚礼。高峰，颜值的高峰。海珠，恋爱的时候我们是梦幻的，是浪漫的，而结婚更多的时候，生活是充满现实。跟责任，我是一个对爱与被爱这件事有着严重消化不良的女子，而你却不用其烦，用一切方式告诉我，甚至陪着我去心理咨商，面对最深层的恐惧。现在两位正式结为夫妻，我们有请新郎威廉可以亲吻我们的新娘卓卓了。欢迎大家捕捉这浪漫的一刻，哎，要亲得漂亮哦，新娘的脸要美。中午证婚仪式完成，艺人好友吴宗宪、Kid、坤达、柯有伦都到场祝福。昔日的棒棒糖战友几乎到齐，阿伟也实现当年一大包的约定，那就是啊，团员中仅剩人夫的一许可以获得10万、8万、6万礼金。虽然阿伟跟小玉都结婚了，但是评断标准是以宴客顺序为主，威廉因此 get 到了红包装都装不下，必须盒装的8万礼金。PS， 好好活着哦。威廉结婚了，天哪！阿伟，威廉结婚了，你要不要宣传一下餐厅的资讯？大家应该都知道今天是点点心，今天在这边就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开始出月饼，顺便支持一下威廉结婚，顺便支持一下威廉结婚。OK， 新婚快乐，威廉。哎，小杰。哎。好。那我最近10月份有一个小王子音乐剧。哎呦呦，对对对对。对对对，10月份有一个。婚礼一点都不重要，是重要。各位，我4个孩子，同一个妈妈。虽然我没有结婚，人生就是必须要 take the responsibility。Understand what I'm talking about？ 翻译。Can you understand？ Yeah. 昨天晚上还要打麻将是赢的，所以目前来讲，我的红包应该是最大包的。其实一直有在做，但是我们的时间可能有时候没办法一直做。那我想过要选几个？我就尽量是2个以上。